上跟线上跟直播所有的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已经在三周前就做了公告，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小时候就是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时候，从那个时候高博一个金嘛，就是有缘。然后我们一起在2000年同时出家。他在台湾，我在上海。所谓的出家的意思是离开红尘，做一些理想跟梦想的事情啊。这样子定义，各位比较不会担心哈。然后呢，大概在2年前他回台湾来，我们联络上。感谢你在脸书露脸。然后呢，2年前我们联络上，那个时候呢，这个基金会的第五届法相中刚刚开学，我们就联络上了，好巧吧？那今天2年过去了啊，那今天呢，我并不是主讲人，虽然说我们是对话，但是呢，这个是我采访，等一下呢，我一口气把跟这个伊娃老师。等一下，你自我介绍了哈，跟伊娃老师这个沟通过提问的话题其实不多，只有三个话题，三加一个话题啊，我很喜欢三加一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我就一口气把问题提了，那请伊娃老师上台，然后呢就自说自话，等你说到高兴了，所以今天你有特权不戴口罩。就尽管说到你高兴啊，那我就在台下看问题有没有都得到答案啊。如果不得到答案的话呢，我就继续问。你高兴继续问。OK， OK。因为伊娃老师在内地创了这个新教练这样的一个组织团体啊，那详细等一下他会说，所以我跟他去沟通了。教练这个名词我们在企业界。都有，我们不谈教练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谈新教练这个事情，加一个字，它就不一样，当然有它的共同，有它的不同，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它的共同是什么，不同是什么。那当然，各位学长可能不见得有对教练的认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纯粹很单纯的来认识新教练，所以我就跟伊娃老师沟通了，今天的主题就是四个字。心是什么？其实不是我问的，是他问的，是叶凡老师问我的，那我就给他一个佛学的答案啊，然后反问说，心是什么？我们就定了一个三加一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请介绍你的过去心，因为我们说心生万法嘛，具足万法，心生万法，所以他过去的人生是怎么样由心变现，然后他经历到现在。然后呢，他的此时此刻，他的现在，有一些进行式正在发生，所以我说，麻烦你介绍一下你的现在心。现在心其实是没有一个住相可得的，它是一个在流动当中的，了解吧？不断的向未来发生一些可能性，虽然没有必然性，但是有很多可能性。然后呢，这个就介绍一下，其实就。我们净土宗的学人呢、非常重视未来，有一个未来的终极关怀。我们的终极关怀就是成佛嘛，有人就是往生净土嘛。那净土又有很多选项这个事情都会在以后我们的正式课程当中去进行。今天呢，我们就请新教练来帮我们做一个过去的回顾，现在的看见跟未来的展望，让我们这堂课、有一个典范，有一个标杆，毕竟叶宝老师已经在内地有一个相当的规模，那详细就请他来介绍。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三个，三加一的三，这个三就是请他介绍他的过去心，请他介绍他的现在心，请他介绍他的未来心，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四心，他是怎么在流转的，流转有杂染的，有清净的，
那到底它的流转是杂染还是清净呢？就由他来介绍了。那我就最后结问的加一啊，三加一的加一啊，就是问，那这样子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心，你点的是哪个心？点的意思就是点选，他到底点选什么心？点的意思就是抉择。依照我们这堂课的主要宗旨，就是休止观。休止观就是在定心当中起抉择慧。啊，止观，佛法的止观就是在定心当中修抉择慧，而这个抉择慧是依据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啊，这是佛法的论述。那详细请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这堂课吧。那现在我就请啊，这个伊娃老师上台，因为他是讲者。所以从廖老师的提问，那就要从过去谈起。从我开始进入社会，我们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社会，从我开始进入社会到当下，我的记忆中我都是依心而行的，依心而行。所以如果你要问心是什么，心不可说，那就看你的行。好，因为心是无形，但你的行动和行为是看得见的。好，那我很感谢我当时依心而行去了张老师。其实我也不是学心理学的，好，那而且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学校介绍的工作是我毕业那一年收入最高的，就是我一毕业学校就介绍一个工作，那是1979年，因为这个超越时空，所以年龄也不是什么秘密，什么都可以说，所以1979年我进入张老师，那时候我大学毕业，我就是依心而行。我有一个直观 Recording in progress， 就是说这个心呢，它就会直接带你去向行动，就是不经思考、分析和判断。就是我们的大脑会有很多思考、分析和判断，选什么工作啊，要不要辞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去上海啊，哒哒哒哒。好，就人生你有很多的抉择，有大有小，那你都要思考分析一下。那我的依心而行就是不经思考和分析，就直接内心就有一个指引，我就去了张老师。那我再回顾一下，所有我依心而行的事都成了，跟各位分享，就都成了，都有很好的成果。譬如说我坚持坚定要去张老师，然后我辞职，我的收入很好，我就辞职，然后换工作，然后白天也做义工，晚上也做义工，就在张老师中心。虽然没有收入，那有时候工作青黄不接，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但是我就是在张老师做义工。那也因为在那里做义工，所以就认识了廖老师，这个因缘是非常的善。好，非常的善因缘，从那时候到现在，所以才有今天这个当下，就有那个过去才有现在，那这个因缘的流动就是这么的微妙。所以刚才提到，过去关于和今天主题有关的，那因为过去实在有太多可以说了，那跟今天主题有关的，我在台湾皈依惟觉老和尚，然后我师从现代禅，也就是皈依的因缘也是因为一定有一个人引导你，所以我有个老师他引导我，然后就皈依了。那皈依之后呢，我去了晨曦，台大晨曦社，也是廖老师很熟悉的，他的很多缘起在那，
我去晨曦社就认识了一位师兄，然后他就引我进入了现代禅，现代禅，我非常喜欢现代禅，就我在现代禅学习的那段时间，我发现我喜欢把佛法用在世间的每一个角色和当下，就是我不会停留在经典，比如说经典上有很多的教导，就是说这个佛法像是一个终身的生命教育，就是你从生到死你不断的在学这个佛很多智慧的语言，那在经典上，那我就发现当我接触现代禅的时候呢，我有一种我找到了的感觉，就是我喜欢在人世间活出佛法，所以我就在现代禅有一段还蛮长时间的学习，然后这样的学习一直维持到当下，就是我的每一天都是现代禅，每一天不管在台湾还是在上海还是在成都，所以这个是跟这个过去心有关的。那么接着2000年，刚才廖老师说我们两个同时出家，因为我们的人生都有了重大的在红尘中的变化，一个出家的人你就是在红尘中有很大的变化，你可以放下所有的角色，然后你遁入空门，遁入空门你还是有个角色，对吧？你是佛弟子，你还是要做那个角色的很多行为，不管是几点要做什么几点要做什么，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还是要做那个角色，但你的目标是出家，为了成佛。那我们在家难道就不要成佛吗？事实上我得到的数据就是10%的人有宗教的因缘，就很深的因缘，不管是出家还是居士，就跟宗教的因缘很深，在全世界的人口呢是10%，那么就代表还有90%的人他们其实是没有因缘接触宗教的，不要说出家了，连读经典或者是进入佛门研修的因缘都没有，这样的人有90%，那他们的成佛怎么成呢？他们没有这些环境来进修，他们也想要解脱，他们也想要智慧，他们也想要跟随心那他们的道路是什么？我发现这个是我这一生的关注点，就我感觉作为一个经师，就是讲经说法，好像是我过去多生多世的角色，这一辈子的戏码不是这样写的，就这辈子的戏码是关注那90%的人，就是他们的成就智慧的道路是什么，那就是有这么一个戏码，所以2000年呢，那我跟廖老师呢，很巧就在同时，他离开职场。其实我跟廖老师在离开张老师之后，我们就几乎没有联络，没有联络。我还听说他出家了，就有一些张老师的朋友，我见面问起的时候，我说：“哎，那陈琳现在在哪里啊？”就有人跟我说他出家了，我说啊出家了，也不奇怪，也不奇怪，所以我们其实都没有联络，但是他从职场遁入空门，就完全离开了职场，那我呢去了上海，真的像出家，因为你的家人你的所有一切都在台湾嘛，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去了一个上海的大的寺庙。我记得我有一个瑞士的督导，他非常专业，这个老师他是学完形心理学的，那我在台湾跟他学过心理剧，受他的心理学的训练，然后在上海的时候我遇到他，那他就很照顾我，
就是知道我发心想要做的一个系统，他就给我很多的指导跟督导。有一天我跟他和他的先生一起开会，他先生是一个瑞士人，所以他嫁到瑞士去。那我记得那一次我跟他先生见面的时候，他说，伊娃，我很佩服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可以在上海生存。那他们也是在上海待过，我就想起哦，我要去上海之前很有趣，那时候我就跟教育机构很有接触，有一个顾问公司，当时那个首席老师跟我说，叫我不要直接去上海，他说你应该从二线城市然后包围一线城市，好，他们这个就是战略，对吧？哈，战略分析，哈，所以就是大脑会有很多分析判断嘛，啊，我从来不做这种分析判断的，我就是有一个直接的内心的指引，我的行动都是跟随这个内心的指引。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你不要去直接就去一线啊，会死得很惨，啊，然后他跟我说了很多例子，就是说啊，很多很多他知道的例子，哈，最后都怎么样怎么样，哈，铩羽而归。然后最后他总结一句话，他说早去早死，晚去晚死，不去等死。我很记得当时他给我的总结。我跟各位说，像这种一切的什么战略分析，对我来说就像行云流水一样，就是我听的时候呢，我也没有什么抵触，虽然我的思路没有在那个那条道路上，但它就像流水流过我，对我一点干扰都没有，我还是会依心而行，就我的内心指引我，我就会跟着走。那这些所有的分析和判断也可能都是正确的，但对我来说就叫做零干扰，就是没有干扰，没有恐惧，没有害怕。那我就笑笑跟他说谢谢，我说既然都是死，对吧，不管怎样都是死，我说那就早死早超生吧。所以我就是这样因缘，也是一个因缘，非常带我去上海的老师呢是陈履杰先生，就陈履安陈履杰先生，他们是兄弟，他们也是非常的佛弟子，很虔诚。我跟他的因缘也非常的善，到今天他都还会关注我，就是传送佛的智慧，或者视频，然后给我，学习还有分享。那我就因为这个因缘，因为我对于跟这个陈先生的因缘很深，所以这个因缘就把我带向了上海。那到上海呢，就人生地不熟，而且我跟各位说呢，我到上海当时我们是聘请过去的，就是受聘到上海的企业做企业教练，因为在台湾我做企业教练的成果非凡，我曾经在台湾得到过世界的冠军，就是我教练的那一个团队成绩很好，所以我们得到这个世界评比，得到冠军，然后我是带着我女儿去美国圣地牙哥领奖的。那在那个领奖的时候，我现在都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整个的那个酒店的场很大，然后那因为冠军要上场之前呢，就有一个仪式，他就是灯全部都关掉，就整个现场就是黑的，然后他就会放音乐，然后最特别的就是他放了一部短片，那个短片大概有15分钟，是公司私下录制的，他去采访我的团队的，就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然后他们都会说一番心里的话，然后他去采访了我的家人，去采访了客户，就采访了很多我身边的一些人，让我都不知道，就他会去访谈他们，然后拍下那个短片，然后在我上台领奖前呢，就播在那个整个大荧幕上，我觉得那一刻的心，那个心被触动流动的都是因为心，
就是说当你听到那些人你跟他们很熟悉，然后他们从内心所说的真心话，包括我小女儿，她穿了一身这个白纱礼服，因为她被访问的那一天刚好是她幼儿园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所以我给她穿了一个白纱礼服，她还穿着那个白纱，然后那个访问者就到家里趁我不在的时候就访问她，她也说了一个真心话，她说妈妈都不煮饭就是妈妈都不煮饭，所以我很多学生都以为我不会煮饭，其实我很会煮饭，那么当我在那个圣地亚哥的整个现场四周漆黑一片，然后看着听着那些人内心的心里话，而且你会看到因为教练的陪伴和辅导他们的成果和成长，就是说 你要得到冠军代表你在世间要做出很多成果，你要有很多很好的成绩你才能够得到冠军嘛。好，那你得到冠军是因为这一群人的成果很好嘛？就是说教练不是你自己成果很好，是你辅导的那些人成果很好，所以那些人的成果很好，那他们的成果很好也是经历了他们的自我超越啊。那我曾经辅导一位，他就跟我说伊娃我好累哦，他说 我以前呢一天只做一件事，只见一个人，他做销售嘛，一天只见一个人，他已经习惯了，可是他跟我进入到我的小组，我们开始建立一个习惯，一天要见三个人，一天要见三个人，就你每一天要跟三个人谈话对话，那就 超越了他的体力，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习惯每天就见一个人做一件事，接着他每天要见三个人要做三件事，那确实是让他就是负荷不了，他说好累哦，做不下去了，很真实，做不下去了，这些过程走过来超越才有所谓的成果，所以他在我做他教练的那一年他比我还早进那家公司，但是呢就等于是我做教练的时候他调整到我的小组里来，他得到了第一次他在那个公司的成果，就是得奖，那个的经验，当他得到的时候，当他超越的时候，当他实现的时候，他从内心发出来的感谢跟感恩，感谢他自己的坚持，感谢我的陪伴和辅导，像这样的分享呢，我在那15分钟里面我就深刻的感受到了一个教练的力量，就是说一个生命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教练的重要性。事实上我想在座的或线上的各位，或许你们没有跟教练相处的经验，但是你们一定有跟老师相处的经验，从小就跟父母相处，在学校跟老师相处，那我们跟法师相处，我们有很多的师，很多的师，可是我们没有跟教练相处过。那我在圣地亚哥的那个现场我就发了一个愿，我说我一定要培养好教练，因为老师、大师、宗师、法师都很棒，但这个教学教导之后呢需要教练的辅导，就是从知道到做到。好，那各位在学佛法有很多的知道，我想落差都是做到，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知道，可是究竟怎么落地去做出来活出来，那这是我们学的核心目标，我们并不是只是为了知道，我们其实是想要做到而且活出那个生命的状态，这个过程呢就蛮需要辅导和陪伴的。但这个需求呢不是由老师、法师、父母可以来实现的，因为他们的角色各有角色，各有角色，所以呢这个是我在
那个现场我就发了这么一个愿，好，发了这个愿呢，所以上天就给你带到道场去，好，我的道场在红城，好，所以呢我就去了上海，好，所以我刚才说我那个瑞士的老师，他跟我说他很佩服我，因为大家都说上海不容易活下来嘛，好，他说你既然可以在上海活下来，我回到上海以后呢，我就跟我一个上海的学生分享，我说我去香港开会啊，那个老师说，他说上海是，他说上海是 jungle， 丛林，啊，就是猛兽很多，不容易活，啊，我说我要来之前，这个台湾的某个老师就跟我说了，结果我那个学生说什么？我那个学生说，伊娃，你知道吗？上海是 jungle 的 jungle， 就是说它还不只是 jungle。 好，这个是我想他这样说也是他亲身经历很多，哦，在他的生命中的经验，哦，可是各位看，哦，心是什么？不会停住的，不会驻足在任何的见解分析判断，就说说就听听嘛，啊，他说我就笑笑啊，觉得很好笑，啊，这个是他看到的真相，对吧？那就依然没有被吓到，或者是哎特别觉得荣耀，嗯，对呀，啊，我真的是很厉害啊，我怎么可以在jungle的jungle怎么样怎么样啊，哈，这些戏码都没有，对我来说，就是听听就过了，听听就过了，啊，就是一直是依心而行，因为其实整个生命不会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啊，不管我们过去生怎么样，未来生怎么样，你根本就不会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啊，这个时间一直向前走，每一分钟一直向前走，啊，那么如果处在当下，所以你没有什么过去和未来，因为只有现在此时此刻是真正存在，哎，刚才五分钟过去了，那如果我去抓住那个过去，那我不是就没有活在现此时此刻吗？所以我觉得对于过去心来说，你是有记忆但是不会回忆，就我不会花时间去回忆，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有当下的正在发生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都有当下正在发生的，那如果你去回忆过去，那你就错过了当下，除非你自己一个人，啊，就是说你现在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也没有做什么事，你就是独处，什么事也不做，然后你在那里，啊，想想过去，啊，那个想想过去就是你的当下，但你并不是过去，你想想过去那也是你想想，你也不是那个过去，你只是在当下想想的那一个当下，啊，想想那就过去了嘛，啊，然后接下来该干嘛就干嘛，所以呢，过去未来我觉得都在这个当下，好，那这样的生命状态会让我呢整个生活生命和工作呢很明显的就是第一没干扰，好，就别人说什么对你影响没影响，那就是说说想法嘛，对，都是说说想法，所以没干扰，然后呢没恐惧没烦恼，啊，通常我发现呢恐惧就是你对未来的不安，啊，就是还没来的你去想出一些恐惧，啊，那烦恼呢就是过去的，啊，就已经过去了你过不去，然后你一直想就一直烦恼，一直想就一直烦恼，一直陷入那个过去的想法中，啊，如果你在此时此刻真的就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就现在就只有现在，好，那这样会让我在做什么任何事或跟任何人对话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当下，好，所以岳老师今天帮我带了这本书，哦，这也是我这一次回台湾在这个台湾出版的，在台湾出版的第一个能力谈的就是处在当下，那处在当下
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理论或者是一个目标，它是一个实相，就是说我的生活就是非常的在当下，就是在当下。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第一个生命的核心能力？好，因为你就是会没有烦恼，没有恐惧，没有压力，没有干扰，你想干嘛就干嘛。好，那如果我们要想的话，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用来想的嘛，如果我们要想的话，我们就去想怎样让自己没有烦恼，没有压力，没有干扰，然后你可以活出你自己这一生你想要实现的，不管你要成人还是成佛。好，那这样你的成果会非凡，因为你的时间没有浪费。好，你的每一分钟其实都在你的人生当下，你觉得就是你要的，就没有替代。那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合一，就你的一致性会很高。像做这本书的写这本书，就是我其实从到上海就开始讲课，就是应聘去做企业教练，就有很多的教学跟辅导，那就有很多人会叫我出书。我在上海的时候有认识一个出版社的学生，他很用心，他一直来找我访谈跟录音，他自己整理了10万个字，我一直很感动，他把我的笔记本都拿回去，然后摘要那个笔记本里面的重点，然后他觉得哪里可以提问他就提问，然后我就回答，他就录音，然后又写成文字，然后整理出一本书差不多10万字。当时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他跟我说，他说老师，你想要实现的目标都实现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看你的笔记本上会写目标嘛，对吧，每一年我都有一本笔记本，每一年就会写很多的目标。他说我没有参与你的过去，但我看你的现在，那些你过去写的你现在都实现了。我就说，哎，真的吗？我来对照一下，我自己也回顾啊，发现。所以第一个啊，我印象很深刻。你已经。第二点呢？好，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要推广教练，就是你觉得教练对于生命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你要推广教练，他说一定要出书，他说因为太少人知道了，你只是讲课，几十个人讲一讲，太少人知道了，他说你一定要出书，这道理也很对，对吧，道理也很对，可是你看我还是没有出书，就是没有因缘，没有因缘，我就非常随缘，也没有攀缘。你说他十万字都整理出来了，但是你知道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我要忙的事情非常多，就是你刚到一个地方，你要去每个当下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这个出书呢根本排不上我的行程，所以呢虽然有那些稿子在那，可是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审稿，所以这个呢就一直这件事情就没有做。廖老师觉得很有同理心，很有同理心，了解。它不是不重要，如果你要分析什么什么策略什么什么的话，它是对的，你就是应该用书来传播嘛，但是当下不这么发生，当下就自然而然的有很多其他的发生。那刚才我说这本书呢，它是在去年五月到七月八月的时候，我卧床3个月，就我生病，去年我生病，然后呢天天都躺在床上，除了起来吃饭以外都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在床上用一只手机，然后审稿、看稿、写稿、
审稿、看稿、写稿，然后呢，哎，他就有这么一个因缘啊，然后，哎，这本书我在去年11月回台湾的时候啊，12月就出版了。这些发生都是我历历在目的随缘，就是说你因无所住，就是你非常的随顺嘛。你非常的随顺，那我们的随顺会卡在哪里呢？就是放不下跟执着嘛。啊，就是出版很重要啊，这是重点啊。那你放不下，又没有因缘，你是不是就烦恼？啊，其实也有因缘啊，人家10万字都写给你了，啊，可是你的当下就不是这样发生的。你可以规划，出书放在最前面，你可以规划，但是当下的实相就不是这样。就真实的发生，就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要来填满你的时间，啊，那你也不执着，你也不烦恼，啊，所以其实我就一直放下放下，放到前3年我才开始出书，啊，那就是因缘具足了，啊，那我自己回看呢，我觉得这个因缘具足到它的这个实相跟真理呢，是这么的有力量。如果20年前我出版那本书，一切都是想法跟说法，想法跟说法。好，现在的出书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跟说法，是一群人的生命的实相。就各位如果看我有2本书啊，一本是商周出版的《直达心之道》，啊，这是在前3年出版的。直达心之道，好，那这本是元神，好，元神就近出版社出版的，在去年。这2本书里面呢，完全是教练的生命状态的呈现，也就是说一个教练不是只有一个作者在自说自话，一本书里面好多人。好，就这本书它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有那些课程，有那些课程是因为有那些学子，好，所以那些都是因缘。没有人来，你讲什么课呢？好，那没有人来就不要讲了。好啊，有人来就讲呗。好，那讲了就有了发声，哎，发声就整理出文字，啊，那文字又再编辑成书，啊，所以这整个过程呢，都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写一本书。它是一个发生，它是一个真实的发展，然后它就是一群人的呈现，关于我们所说的生命的10个能力，这个生命教育，这个怎么做怎么活，哎，都不是理论，它是真的可以做到，可以实践，哎，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哎，从我先做到，然后其他人一个的做到，做到活到。啊，所以我现在在上海、成都、西安、苏州、山西、深圳啊、重庆啊，就是各个地方啊，就有很多学生，他们还有我，都是用生命在证明这些真理是可以做到、可以活出来的。好，这些真理。这些真实的道理是可以做到、可以活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哦，那我在北京开课，然后有2个清华大学的老师，哦，他们每一年都要出版一个案例，就是他们会选择，哦，一些企业，哦，的案例，然后来访谈，然后出版给清华大学的企业家班参考。因为那些企业家 来清华上课，他们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研究怎么做组织发展。那一年清华大学选择来了解东方新教练，所以他们我就邀请他们到我的课程，除了访谈之外，请他们来课程中真实的看一看现场的那些发生。下课的时候有一位清华那个宋老师，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能够把课程讲成这样，他说这里面有佛学，
有儒家，有道家，他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他说你好像有180个这个可以教导的，他说我觉得你哦，不要教这么多，你教三条就可以了。他说他们听不懂啊，他说他们听不懂，你不要说这么多。好，然后他问我说你怎么可以做到，我说第一我是台湾人，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就要念四书五经，就儒释道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孟子孔子，这个就是从小要学的教育，那个都是生命教育，它会耳濡目染的在你的生命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好，然后我跟他说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进入过五种宗教，儒释道神秘，实实在在的，譬如基督教我受洗过，佛教我皈依过，我发现这些过程对我这一生来说并不因为它是宗教，而是因为我想去探究生命，就每一次进入宗教都是随缘，就是有人很热心要带我去的时候我就随顺这个因缘。我记得我带我大女儿去国外生活过三个月，那时候我终于不忙了，从我做义工开始的每一天都很忙，我们的工作量都很大，然后我跟我女儿去国外那三个月呢就没有工作，所以就不忙了。不忙之后呢就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请我去教会，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你在教会就会遇到很多的台湾人讲这个普通话就不是都讲英语所以呢最好的地方聚会就是教会所以呢我就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呢他单独给我开家教班就一对一的读圣经啊，答疑解惑啊，一对一的辅导。我记得那个牧师跟我讲一句话我很深刻，他说不要为了受洗而受洗，你一定要有圣灵充满，对于神学来说就是圣灵充满就是法喜，你一定要有圣灵充满你在受洗。我就非常记住他的话，所以我在每一天被他辅导，然后晚上回去读经看圣经，有一天晚上泪流满面，就在那个当下我内心的指引说我要受洗，所以隔天我就跟牧师说我准备好了我要受洗。在国外受洗我跟你说一个大的游泳池，很大的游泳池，什么叫受洗，就是你整个人都要泡在水里洗的，把你洗干净就重生嘛，所以呢就一个大游泳池，一个外国的男牧师，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游泳池里然后受洗。然后我从国外回来台湾，我就去找教会，去灵粮堂去哪里找教会，然后会带我的女儿就去，就是礼拜天就会去做礼拜那个受洗呢只有一小盆水我看到有那个受洗日的时候就有一群人就一小盆水，我说哇那我真是豪华级的受洗一大游泳池我就这些过程呢都是一个生命发展的过程，就是说这些宗教的学习对我来说是让我更了解人就是在学佛的过程还有这个受洗的过程，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环境，我会发现在那里就像各位一样有一群人那这一群人不管过去生不管未来世，就是说今生今世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在这里想要什么，就为什么来，为什么来。那当然有很多 很多很核心的是因缘，对吗？法门千千万像我在大陆跟很多人我都觉得就是因缘，我一个人去上海我也没有财团支持像台湾有很多财团派什么中国时报的派什么什么什么的也是去那里做文化教育那我也没有财团支持，
我也没有什么什么团队，我又没有资源，对吧？我们又不在那里念书，又不在那里工作，所以你也没有人脉，你这些资源都是没有的。好，那你就发了一个愿，说好，我要做生命教育。那生命教育这么大，对吧？你可以在宗教做，它已经有系统了，有内容了。那你可以在学校做，学校也有系统了，有内容了，对吗？那你要在社会上做，你要在组织里面做，像我经常在企业里面做。好，那你这个生命教育要怎么做？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个是我在上海用10年的时间探索答案。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那你要怎么做，然后你自己做了什么，就这样。所以在上海从2000年到2010年是我的第一个阶段，是我的探索期，就是我的探索跟研发，研究这个生命教育要怎么做。那我觉得生命教育里面一定要培养生命教练，因为他从知道到做到的过程中需要辅导，不是不想做到，每个人其实都想做到，知道的都想做到，可是做不到，就一定要找出那个卡点，就是做不到的卡点是什么，然后要把它转过来，把那个像那个开关，对吧？你要按对它啊，然后灯才会亮，水才会流出来啊。所以那个卡点啊，就是透过这个辅导的过程，那它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它是一对一进行。一对一进行，所以那有没有那么多的教练呢？因为一对一，你像上一堂课，一个老师可以跟100个人讲，可以跟300个人讲，就讲完了。可是这100个人、300人，如果都要去做到的话，那个过程每一个人的卡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卡在哪里是不一样的，要去把它找出来，然后把那个开关能够按下去。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做研发，然后2012年才开始做发展，就是做研究，然后到12年做发展，那12年到现在差不多有8-9年的时间，那我觉得非常感谢的这个因缘，就是说，有一群人，我们因为有很深的因缘，所以一起在这个生命教育、教练、教化的路上。用东方新教练这个名称，这些名称只是要象征我们在做什么，所以一起有很多年，我们在一起有最多的差不多8-9年的时间，用在红尘扮演好所有的角色来修行，就是我们在红尘中有很多角色，出家可能就一个角色，但你在红尘中，你又是父母，你又是子女，你又是配偶，你又是领导，就你有很多角色，你每天从早到晚可能就在变换角色中，廖老师，对吧？做老师回家就照顾妈妈，对不对？就是完全是不同的角色，就做不同的行为。好，那你在每一个当下其实你就只有一个角色，你怎么样不错乱，就你怎么样能够处在当下，一直在那个角色中轻松自在有胜任力。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生命胜任力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有10个能力，当然也许还可以有20个、30个，这些就是因缘，就在我们的知道到做到的过程中，跟各位分享这10个生命的能力，所以这个是从过去到现在，那么到未来，它在时间的这个河流来说呢，生命的发展是不会停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在当下规划未来，就像昨天我就会知道我今天要来，每一天你一定会规划明天，每一年你会规划明年，它跟你的当下并不冲突，就你会规划，但你不会活在未来，你还是活在当下，然后下一刻未来就来了，明天就变成今天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当下中一直去行动那个你的所谓的未来，
那未来如果你有规划但又不执着，就我们是有规划，但是到底会发生什么呢？谁知道今天早上下大雨呢？昨天天气还这么好，对吗？可是你如果在当下不被任何你没有预期的它发生了，或者你预期的它没发生，那如果你在当下如实，你就没有被未来或被过去所干扰。我觉得这个是三心，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对心来说都没有，就是这些因缘流动际会。所以我觉得我是过去修得好吧，所以呢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跟随自己的心，然后我觉得福报就是你没有干扰，就你跟随你的心，可是你的脑也是很强啊，大脑就是有很多的指指点点啊，说东说西啊，说对说错啊。那对我来说，我的印象中这样的烦恼和干扰很少，就是内心的力量很强大啊，它就是可以流动跟实际的实践和使用它。如果你可以使用你内心的那个力量和能量的话，它就是可以这么强大。那这一个力量和能量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我说这句话也不是理论，因为是在书里面，在很多现场真实发生的，就很多人他就是也经验到了这个内心的力量和能量，就可以让他活的状况不一样，烦恼少一点，压力少一点，清楚清晰多一些。那所以我蛮确认未来不管还有多少天一定就是在这样的轨迹和流动上面去活去做。所以其实从1979年到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有40几年了哈。40几年，这40几年就没有什么时间的概念，没有过去，没有什么未来的概念啊。就是你说现在几岁了，你还要做多久啊？那很多理论上说啊，什么中年人是几岁，老年人是几岁，然后什么以后要怎样？对啊，那些就是它就是一个统计依据。可是你的生命你要怎么活？那还是要由你的心来陪伴和引导，就是跟他对话，跟你的内心做对话，了解你的内心究竟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为什么。那我们除了问我们的大脑，大脑会有很多的理由分析评估，我们还可以问你的心，问你的心加上问你的脑，这样的话你所做出的选择和抉择还有生活生命的状态值得体验，就是我们可以体验看看。好，过去现在未来我就分享到这里。好，看看那个廖老师高兴吗？廖老师说高兴就一直讲，不高兴就怎么样从现在去到你的未来呢？在当下谈谈。好，对我来说我的未来现在都很好清楚，就是好像没有未知，不代表没有未知，就像我说昨天也不知道今天早上会下雨，但是呢因为有一份清晰，就是我很清晰第一个十年在干什么，第二个十年为什么，第三个十年就是我在上海现在过去了第二个十年，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这所有一切呢我觉得都是上天有一条道路，就好像你这一生的戏码早就写好了，你只不过就是一个演员嘛，对不对？就已经有剧本了，你上场你就知道你就是上场。好，那
那你就把它演好咯，就这一段把它演好。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十年很奇妙，我大约在前年我就直接感觉到了今年会有变化。就是我原本每一年都有做两个重要的课程，一个是21天培养教练，专业的教练21天，一个是培养师资21天导师，这是我每年两个不变的规划。就每一年从2014年到2021年，去年每一年就做这两个算是核心的课程，那每一年都做，理论上它是越做越好做的，因为越做你的学生越多，推荐介绍的人越多，知道的人越多，然后整个时代环境需要的人也越多，理论上如果你就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情的话呢，它比你刚开始2014年要好做太多了。2014年刚开始做，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成果。我记得2014年我第一次开这个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说伊凡老师，你所教的新教练呢只有你可以做得到，所以他说他去学别的教练，因为他觉得他学也做不到，所以他也不来学，他就说只有你做得到，这就是大脑的判断，对吧？我通常不会去跟大脑较劲，就大脑很有看法的时候我不会去跟他较劲，随缘，我就跟他笑笑说好没关系，你可以这样看，你可以这样认为。然后我还很记得2014年那个21天最后一周的时候，就是7次，每一次3天，总共7个月，最后那3天课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学生邀来，我说哎，我们这3天要毕业了，要结业了，你来那个现场了解了解。然后他就来了，那天很巧还是他的生日，就那一天是他生日，然后呢他在现场看到那一群同学他们在做出来的情况，因为我们上课不是只是讲，不是讲给你听，你要自己做，就我们所讲的你在现场就要做就要练，所以呢在那3天呢每一个人都上场做和练，哇，他的那个血脉喷张，我很记得他的那种激动，他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他很激动，他说真的可以做得到，真的可以做得到，他就这样喃喃自语啊。所以不只是我做得到，就是他看到那一群人做得到的时候，你知道这种教导的力量吗？破除那个执念，原本的相信，原本是有一个很深的相信，然后他可以破除，那个破除不是你跟他讲道理，而是他眼见为凭，就是说真实的生命力量，那个给他的教导，我说你赚大了，对吧？没缴学费，现场学到了，看到了，相信了，那你的人生将会怎样？你将会不再只是相信你认为的，就你认为的，有很多都是我们认为的，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将会相信在那个认为的中间，就像5只手指，你看到手指还有手指跟手指之间的空间，如果你只看手指，你看不到这个那个已经存在的空间，你只看到手指。这个是我觉得很有力量的生命教育，就他会从他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去发现真相和真理。那所以从2014年到现在，我大概在前2年有一个意识，就是感觉到我要转型了，就是前2年我要转型了，所以我就跟我所有的学生说这个课程我不开了，就每一年每一年开的这个课程，就开到2021年去年结束。
那然后呢？说没有然后，我也不知道。好，就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觉得不知道而没有恐惧，是我们活着不管学什么很重要的。就不知道，但没有恐惧。就你改变一个你已经长久知道的，而且做得很好的，你长久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你也看到成果，从第一年就做得很好，14年 就出很好的成果，15、16、17、18，那当然越来越好啊，因为越来越成熟，课程也成熟，你的教学方式、教学状态，因为它都是活的，它不是一本书讲书上的东西，是你的生命，是你用生命去教学，啊，那大家用生命来学自己的生命怎么成长，啊，一定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的，啊，可是当你说你放下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替代，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一般你大脑需要的安全感，啊，就你做得很好的，然后你如果要现在换个工作，你一定想你要换个更好的。你现在有什么？你可以找一个比现在更好的，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可以换工作了，我可以离开这里，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你就会得到安全感，你有确定性。那当你在很好的状况中，对吗？不是做不下去，必须转型，你做得很好，然后你放下不做，那然后你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个当下的安定，我觉得是过去心、现在心和未来心的注解，就是说你就是可以安定，安定，因为心是安的，你只要心在，就是安在，安在，这个安就从来没有不在过，安不在就是心不在，你就在脑，就在脑的思虑中分析未来，判断得失等等等，那你就不安，你就不安，不代表你的未来会不好，只是你不安，这不同的，这不同的，所以呢，从我说哎这个课不做之后呢，因缘一直在发生发展，就好像我去到上海，因缘就一直发生发展，那当前两年我说这个课 不做了，然后我们就会开始一直规划新的，然后就有新的因缘一直发生发展，那所以说未来从生命教练到生命教育，容我打个岔，我们10:20下课一下，哦，下课一下，所以你在那个地方暂停，到这边可以先告一段落，所以未来从教育、教练、教化，对我来说是一个整合。我一直觉得教育需要教练，因为你做了教学，需要辅导他怎么做到。那教练需要教化，因为教练是一个很深的修炼，不是你有一个考了一个证书，获得一个身份，甚至别人愿意付费给你，你就可以把这件事做好，并不一定，因为他要很深的修炼，他要在教练的过程中能够不投射自己的生命经验，做那一面干净的镜子，让对方能够真正的看清自己，活出来，这个功夫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了解，它是一个很深的修为，所以我觉得教练一定要先修炼，而且持续终身修炼。好，那所以未来教育好怎么发展，教练怎么发展，教化怎么发展，这个在我的心中都有一个蓝图。好，虽然时间还没有到，就像我昨天就知道今天会来这里，不管风雨怎么样，你就是会在这里。好，所以也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雨，但是你的心中就是安的，也看得到那个蓝图。好，就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啊，感觉如何？吉月，发表一下即时心得。
那个伊凡老师好，那个廖老师好，各位学长大家好。然后首先我觉得今天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当下是很感动的，非常感动。当然内在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对于老师刚刚所讲的这些课程有一些疑问出现。那容许那个启悦等一下，待会可以提问。但是老师讲到很多的重点，让我其实觉得，哎，我好像有跟您相应到的那种感觉。因为在这个人生的历程上，当然每一个人的 case 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老师有提醒到一点，就是你怎么样心在安在，这一点其实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你的心要怎么安，其实那个安就是一个所谓您书上写的不要受到干扰。那这个不要受到干扰，我觉得是我们常常会出现的一个话题困扰，甚至于背后的一些话会一直出现。然后但是通常我们会随着那些话在转，然后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我们就心已经是不是安在了。所以对于这一点，您的这个部分让我觉得哇，超级超级有效的。我想这是新教练存在最大的一个意义。好，这是我听到刚才一个比较震撼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有一些疑问，我想说等一下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请教老师。谢谢您，继续交流。我，伊凡老师好，我也是一样哦。我大概1999年到大陆北京了，后来在那边待了9年。在北京9年？没有，1年半，然后其他时间都在上海。跟你同样的，就是说啊，那个小云，我跟你讲，上海人最不好搞了，你最好先到浙江杭州先窝一下。哎。那我是说我北京都待了1年半了，上海又怎么样？对呀，对呀。然后我发觉只要面对他，就像圣严师父讲的，只要面对他啊，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就是你真正面对好像不是那么好，那么难处理啊。然后我一直发觉就是跟老师讲的有那个随顺的因缘，随顺这两个字我们现在也有学，然后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好像随顺不只是自己嘛，那么我一直听老师讲那个随顺，是我自己觉得今天随顺就是对我来讲我听到的就是 keyword， 三世就是随顺了，不管是怎么样，他可能有过去的影响力，也有未来的期望，而我听到的是这个。然后老师一直重点讲哈，依心而行啊。我们看到老师有很丰硕的那个行动成果哈，有学生有感动，有对话。那对于心内心的来讲哈，我觉得好像，比如说我们在学佛法里面，我们比较一直在探讨心的 lighthouse 在哪里。那比如说我们在学菩萨地 ，lighthouse 就是二力行跟无上菩提，就是说你总是有行的你就要去做，就是那个行嘛。无上菩提那个智慧，以目前来讲我们就是专有名词哈，就是先从那个无分别智开始，就是凡事就随顺，不要就是把自己放下的意思。我不晓得是跟老师的想法有多么接近那个新的 lighthouse， 我觉得这是我很有兴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学佛哈，真的，我说实在的，要去止观成就，那个执行力都没有那么 solid。那 grounding， 但是在世间学，我们要执行，我们都讲什么啊？都很 solid。像老师讲的每个 step， 我都很有感，因为我以前在企业界，还有两分钟哈，那就到这里了哈，我多两分钟时间，等一下啊，好，那我大致上是这样哈。那最后两分钟我要提一个很好玩的，我以前我们在企业界就是碰到两种很成功的主管。第一个成功的主管说，我20岁我就知道我30岁要做什么，40岁要做什么，50岁要做什么，有些人都做得到，几乎都不会偏离很远。第二种人，
我没有想很多哎、欸，我现在有什么我就把它做好，都很成功，就是这两种人都可以成功，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也是蛮有兴趣的，就是说一凡老师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谢谢。刚才那个一个小时二十分钟，那麻烦一凡老师再帮我们稍微简单复习一下。好，刚才下课的时候哈，有一位同学来提问。问的其实就是心跟脑的问题。他说如果一个企业或者一个我们要辅导的对象，那他的目标就是要追求外在，他要功成名就，或者是现在疫情那有很多的不方便不自由，就是怎么样从外在跟他谈内在，因为外在对他来说有非常多的明显的干扰，那你跟他谈内在会不会言不及义力不从心，说了也是白说，又变成讲道理。我也看过很多人讲道理，就是说啊，你就是不要烦恼啊，你就是应该想开一点啊，你就是应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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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放下。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有很多道理可以讲。对于一个在当下的状态来说，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道理。那你要怎么讲呢？完全要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你跟什么人在讲话，那个人是主角。对于教练来说，不管你有多少的学历经历成功经验，你都不是那个人。那个人有的你根本就没有，他有烦恼，他有他的地位，他有他的处境，都不是你。那作为一面镜子，教练是一面镜子。各位想想看，一个人去照镜子，会照出几个人？从来没有照镜子会照出第二个人的。好，一面镜子，只要静静的做镜子，静静的做镜子。那你越安静，你越干净，对方就越可以看清楚自己。那我常说，对于教练来说，那个照镜子的人就像是透过镜子看见他的嘴角有一粒饭，如果没有镜子他就是没看到，没看到，所以他可以一直不拿掉，那也没干扰到他，只放大，可是干扰到别人，对吗？有的人看了就不舒服，那个画面不，但是如果他自己可以看见，他要拿掉是非常容易的事。所以有一种看见是真正的看见，而不是自以为是的看见。就我们有很多自以为是的知见、见解、认知，然后我们想用这个看见去影响别人，那你就变成讲道理。就 你用你的看见认知去跟别人说道理，所以说了半天也没用，就不管跟谁说你就会发现就是没有用。所以这个功夫我觉得关于怎么教，不管你是教什么的，不管你是教什么的，你作为一个父母也好，你作为一个教师也好，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也好，你作为一个朋友也好，你都在教，对吧？你也常常跟你的朋友说道理啊，很多时候朋友聚在一起也都在说道理啊，因为总有人会说他的烦恼啊什么问题啊，然后就会有人开始跟他说道理啊，就自然的自动自发的。那究竟你要怎么说？我觉得你怎么说你怎么教会影响别人怎么听怎么做，
听得进去或听不进去，这关键在于什么呢？觉。好，我觉得我们修心核心是你可以用觉来说，就你会在觉，在你的内在的觉当中去说话去做事，你就不会只讲道理，因为你讲道理你就会发觉没有用。如果你讲了没有用，你还继续在讲，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觉嘛，你没有发觉啊，你还一直在讲啊。所以很多老师、很多父母、很多领导讲了半天也没有用。所以怎么讲、怎么说，不是对方不想要或做不到，我觉得是教者、说者是不是觉者，就你是不是带着觉在说、在听、在问、在探讨。如果是的话，疫情也好、疾病也好、大环境也好，都没有问题。好，它就像刮风下雨一样，有人刮风下雨就很烦恼，有人还很喜欢刮风下雨，这世界上没什么绝对的。好，就是相对来说，你要怎么去教育、教练跟教化。好，所以我一直说这是非常专业的，专业的。好，就你对于这个人生命和角色，你究竟怎么做、怎么说，然后可以产生不冲突、不对立，而且有效果。我觉得这个是个学问哈，所以我跟那个一个北京的朋友说，我说这个是大学之道、大学问、大学之道啊，它是一个大的学问。可是我们其实出生就被父母教，父母也没什么学习啊，对吧？领导也没什么学习啊，好，那没什么学习就在教，所以没有成果或没有效果是必然的嘛，好，那所以我觉得关于它会不会对立，好，是我们对心和脑的熟悉度，好，怎么让我们的心和脑不对立、不对抗、相辅相成。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心和脑不断的在行动，心也在流动，脑也在行动，那这个流动行动之间怎么有觉，怎么有一个觉在这个心和脑之间。所以我很喜欢王阳明的四句教，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就是发觉良知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念头起心动念，是往你的习性卡点去行动，还是往光明解脱解惑去流动，那一个瞬间大脑的快速的那个念头又念头的瞬间，有没有失去那个觉，可以让你知善知恶，知道你的念是怎么在想的，都是想法，就念一念、二念、三念、四念，都是想法。它到底是把你带入一个解惑的状态，还是把你带入一个困惑的状态？那个就是卡点。好，所以要去对话的人，对于这个心脑的变化的敏锐和醒觉，好，然后你还要能够用你的语言去提问、回应、转化，我觉得这个是学问，是的。所以今天，不论说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其实也都在心脑之间。当我们说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回想嘛，有一些你的记录器，内容。当你说未来的时候，你就要规划嘛，你就要有一些想象，对吧？有一些想法。那当你处在当下说过去和未来的时候呢，就现在没有过去啊，也还没有明天啊，但你也都有啊，那你怎么样处在当下，然后你可以整合，就它是和谐合一的，和谐合一的，这个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修炼吧。
好，那我们看看现场，刚才两位说有一些提问哈。好，我帮忙他们念一下哈。后问的先啊，那个妙欢。伊万老师好，廖老师好，老师您好，我是在成都的小红。成都实际上好地方。我们在前段时间已经有网络上有沟通。但是因为今天哈，我看到廖老师的通启说是要和您对话，我先以为呢只是云端的对话，都没想到您会亲自到现场来，这样和我们对面的对话，所以说我特别触动。是我刚才您讲的就是要依心而行哈，我现在描述一下我自己的心呢，是感觉在咚咚的跳得很快。我觉得我的这个想法呢，可能就是要促使我要举手，要和伊万老师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对话。实际上和老师就是廖老师呢，他是在去年或者说是前年，可能那个时候您刚和廖老师联系上的时候呢，廖老师知道了你们的东方心学院，他呢就有把老师哈有把东方心学院的资料呢有推荐给我看，而且呢也有给我了一些像你们在都江堰的川西临盘的一些资料，一个理想村的一些资料的介绍哈，我都有看到。我现在呢我就想也怎么讲呢，如实的描述一下我当时看到那些资料的一些想法哈。当时呢因为我呢是因为一直是跟着廖老师在学习唯识佛法的，觉得呢我是在学习一些出世的佛法，然后看到老师转给我的东方心学院的那个这些资料呢，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更多的是一些世间的一些身心灵的一些课程，因为现在这些课程确实蛮多的，除了新教练还有很多很多的，像上海就有很多新教练那个一些身心灵的课程，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说世间法，所以说实际上我知道你们心学院呢已经有很久了，但是呢也一直没有更多的心动，然后前一段时间呢因为那个川西临盘的事情哈，有和老师建立就是伊万老师建立联系，然后今天呢又刚才上半节的时候听了老师您的一些介绍哈，就是说您的一些初心，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东方心学院呢，是想把就是像我们一般经论上学到的那些呢更多的是一个知道，怎么样把知道到做到，这个呢我觉得是确实是蛮重要的哈，因为我自己的感触哈，因为学跟着老师廖老师学佛这么久哈，我自己平心而论呢，我自己哈有一定的心的能力，就是说可以调伏自己心的烦恼的这些能力，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瓶颈，比如说像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有缘人，我怎么样去把我的知道传达给他，让他也知道，或者说是他实际上是知道的，但是呢他就做不到，也就是刚才老师您讲的这中间有一个什么卡点，就是怎么样要这个瓶颈，但实际上呢像唯识哈，像瑜伽止观禅修啊什么的，实际上中间也有讲了很多怎么样把从知道到做到，但是呢毕竟中间有这个就是佛法的那种高深哈，让身边的很多人他就有点望而却步，所以说呢就没办法去进一步的深入，因为像廖老师呢他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哈，就是说我自己呢可以把自己现在哈，我是在训练自己作为一个既是瑜伽师又是心理咨询师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自己在做，也在实践，然后廖老师呢是作为我的督导在进行，对我进行督导，对我的身边人进行一个咨询，但是我中间还是感觉到有点力量不够，有点卡点，所以说刚才听了伊万老师讲的，就是说新教练呢是做从教人们首先是自己要做到从知道到做到，然后呢另外又要帮助身边的有缘人从知道到做到，所以说
我就对，通过今天的这么一个实面对面的一个课程吧，我就有了更多的触动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以前以为的就是世间法的一个教练吧，但是我今天的感觉呢，就是说是其实这个就是佛法。是的，是吧？是的，佛法在人世间活出来。世间学，是的。哎，世间学，然后，那么当然这个的话呢，就我也不多说哈，就想问老师两个问题。如果是要加入你的新教练系统的话呢，是需要心理咨询师的那个证吗？好，很实际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哎，你说两个问题。还有就是，哎，你能介绍一下您在都江堰的这个理想村的情况吗？因为我有一些可能过一段时间文远会带我去看，是的。但是呢，我也想就是说通过您的介绍，有更多的同行者吧，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好，收到哈。那很好的因缘，因为廖老师有找小红去成都，我们要做这个学校的那个现场哈。那么今天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小红就有更多连上的感受啊。那关于成都那边的环境，我可以在微信上单独啊跟小红做分享。那关于今天当下，大家共同关心的，譬如说那个卡点，我接收到的这些过去、现在，那现在又是过去的未来，就是每一个现在是从过去来到当下，那我们也将从每个当下去向每一个未来。我看到的是我在台湾会进入五种宗教，就是让我没有卡点，我可以跟任何的宗教对话。我进入过教会，所以我对教会里面的文化还有神学圣经是了解的。那我也对佛学，我自己的家人学佛学了20年，非常虔诚，那我也会上线参加他们的课程，都非常随缘，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要取舍，它就是一件事，就是生命教育，所有的这些学这个学那个学，其实就是要发展你这个人嘛。你今天不管学什么，你在成都学还是在台湾学，你在哪一个门派哪一本经典，其实关键是你这个人嘛，你是要发展你自己的生命的境界、智慧、解脱、自在，不管你用什么名词作为你的目标，好，那每个人因人而异嘛。但全部都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的学习和发展，不管你学什么，你来学是为了发展你的生命嘛。你要发展你的生命，你一定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状态嘛。这也因人而异，对吧？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期望，在不同的阶段想要达到的那个什么状态。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跳脱出任何你所学的，不管你学什么，对方有学还是没有学，好，你怎么样在人跟人、生命跟生命之间对话，而不是只在你的学习中对话。你的学习对方就没学过哈，这就刚才小红说的，对吗？很多很多我们的学习，对方有没有学这些什么经典？好，那你要怎么跟他对话？这些经典怎么变成你的生命，而不只是经典？好，就如果你用经典说话，那只有你听得懂嘛？因为他又没有读这部经。好，可是你要跟他说话，你要跟这个人说话，不管你是老师，你要教他，还是你是教练，你要跟他对话，还是你是老板，还是你是老妈老爸，不管你是有多老，你面对一个生命，你是怎么面对？好，就你怎么面对你自己的生命，你怎么面对对方的生命，你怎么面对你的心和脑？好，就是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我们究竟用脑学还用心学？好，究竟觉在哪里？
当你在对话的时候，觉在哪里？那些都有可能是卡点。所以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助理，他是苏州大学的高材生，他是基督徒。我家有一尊 很高大的观音，比人还高。然后他就会去他的教会里跟那些他们的兄弟姐妹说，他在哪里工作，然后那里有一尊观音。然后那些人就跟他说邪灵，就说那个是邪灵，你不要在那里工作了。然后有时候 我不在家的时候会外出，他中午就在那个沙发上睡觉休息，然后他就觉得那个观音要压倒到他，就邪灵，然后他就很恐惧，脏东西，对，很恐惧。可是呢他又不想辞职，因为 他觉得在我那里工作很好。好在哪里呢？他先生说，哎，你脾气变好了，他很暴躁，很容易生气，可是脾气变好了。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变的呢？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我很忙， 我每个当下都有很多的事在处理，我跟他也没什么说话，他坐我对面。他说虽然我没有跟他很多的教导，可是他觉得他坐在这里心就安定，然后回到家就比较不会生气。然后他先生就发现他脾气变好了，所以他先生说不要辞职，在那里工作蛮好的，可是那些人又跟他说邪灵，他就很冲突嘛。那我把他的卡点是怎么转的？我跳脱宗教，我就跟他说，这一尊观音呢是艺术品，它是一个雕像，它是香樟木，它是什么什么什么作品，它的你看它的美，你看它的面容，你看它的呈现，它是一尊艺术，你感受到那个艺术吗？我跟他从艺术和雕刻来谈，我也不跟你谈什么神，也不跟你谈什么佛，也不跟你谈什么什么什么邪灵不邪灵，就是跳脱他的卡点来谈，然后让他释怀，就是说，让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然后我问他说，那你回去教会你知道怎么跟那些兄弟姐妹对话吗？就是我们也不评判那些人说邪灵，因为你一去评判他又进入对立，所以你跟他沟通完之后，教练就会确认他能不能做到改变。所以我就会问他说，我们这样聊完了，那你今天去教会他们又问你辞职了没啊，然后那里有邪灵啊，不能待啊，我说那你会怎么看呢？你会怎么回呢？你会怎么说呢？他就说，对啊，这就是艺术啊。他说这就是，自己在就雕刻了，对啊，这就是艺术啊，雕自己，我说对啊，你可以带他们来看啊，来欣赏这个艺术啊，所以我听他这样说，我就知道他是不是转化了，那个卡点是不是开关开了，他转变了，他安了，他才能够去面对那些人，就是那些人也是好心嘛，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对吧？那他们这样跟他说，必须他安定了，他有一个智慧，然后用他的智慧去面对那些劝他建议他才会不被干扰。这个就是刚才小红在问的时候，我说怎么样超越那个卡点，其实核心是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你对那些人为什么这样说，他为什么烦恼，宗教跟宗教之间是怎么回事，你对这个生命的了解，然后你去用他可以接受的当下的对话去转化它。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小红也在问，也还有其他的同学有在问，就是说怎么做这个对话的转化，怎么说，怎么问，怎么听，然后你可以把他的那个卡住的、执着的、陷入的，让他能够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转过来，那就不是讲道理，因为那是他自己的能力范围想通的、跳脱的、转化的，这个是可以分享这个过程。好，那个都江堰的，都江堰的，
那里那个村子哈，叫做三生有心，啊，三生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生命、生涯，啊，就是我们，从生命来说，一定包含了我们的生活，啊，就一个生命每天都有生活，啊，那生活就是有关系，就你是会跟哪些人在一起生活，因为那些人跟你有关系。所以从生命、从生活、从关系，再来谈到工作，是我们从生到死都脱离不了的三生：生活、生命、生涯。你做什么事，你去学什么，跟谁一起学，这些都会形成我们整个生命的整体。那我们想在那里呢，可以生活，可以生命，可以生涯，就是可以做事，可以在那里生活，可以在那里开智慧。那需要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平常都是在酒店，换各个场地。那我自己在这么多年来呢，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称为道场吧，就是有个场域在那里学习，有一些共修的人群在那个场域中。我觉得有一个场很重要，因为那个场呢会有一种能量。我带很多上海的企业家去那些道场，因为他们也是追求修炼，那就去那些道场。当时2006年1月6号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带企业家去那个道场的时候，我们通常一去就去21天，因为那个道场里面有一个课程，21天，然后就要吃住都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每次我带企业家回来，他们都会跟我说自己建一个，在中国建一个，就是买一块地啊，盖一个道场这样。代表呢人心都有这个渴望，就想要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学习。那我当时就跟他说，有钱也没有用，有钱买块地盖一批房子，然后呢有没有人会去住，然后山水天地多了去了，美好的山水天地，对吗？像我们去到印度，哇，飞行又长，然后坐到了机场，去到校园还要坐3个半小时的车，然后那个路颠簸的不得了，根本也没有什么美好山好水。可是你为什么会去？因为你是要一种生命教育的学习，你是觉得去那里你可以得到一种生命教育的发展和学习。所以重要的是教学，就是你的老师是谁，你去那里学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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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谁来教，老师是讲道理还是做教化，是什么样的环境会让人大老远的从台湾、从上海、从各地飞去那里。所以重要的不是一块地跟盖房子，是要有一群人，你可以活出那个生命的状态，然后你在那个状态中做生命有关的服务，然后这里面有学习，那个地方才会有产生那个场域的力量和应用。所以从2006年其实我就知道，不管是哪一个城市哪一个人，其实都有这种渴望跟需要，就是说进入一个环境，能够好好的学习，能够服务等等。那还是因缘，就这么多年我其实看过不少场地，去在各地，只要有人跟我推荐什么地方，我其实就会去看，我就会去看它的环境，然后看那里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可以怎么做。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看，好，那目前的因缘就在成都的大邑。那大邑是一个粮仓，它的水土很好，所以它的土地是那个黑土，就是非常肥沃。那在成都大邑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环境，就是那你就可以固定在那里讲学，所以我也邀请廖老师去，就是说生命的教育，只要是在生命的范畴里面用生命来教育，就用你的生命来教育，教育生命，
教化生命，教练生命，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做教育你就是老师，你做教练你就是陪伴辅导，你做教化你可能就是那种身心灵的整个精神性，纯精神性的、哦、所以不论我们做什么样的师、哦、那可能有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的环境还有觉知的能量会一直积累、哦、一直积累。我见过一些学员去到那个环境他的变化之快速，就是我因为我从06年到10年，大概我总共一年去五次，就是有人想要去考察我就陪他们去，我大概去了20多次，每一次都待一个月，所以我可以看到人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学习的时候他的那种习性，就是我们觉得很难改变的那些习性模式，他转化的很快速，我看到他们第一周是什么状态，第二周是什么状态，第三周是什么状态，可是从印度回来又打回原形，他们常常说打回原形很准，就第一周的状态到第二周到第三周人已经非常的进化了，可是飞机到上海浦东的天空的时候人就开始改变了，那个集体意识和能量 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好，所以那个觉就不见了，好，你可以看到第一周的觉第二周的觉第三周的觉对他的生命的状态还有学习的状态、到他回来以后的状态，好，所以我是希望我们有一个环境，然后这个环境可以进入到每个家庭每个组织，因为你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所谓的那样的环境中，好，可是最重要的是那个环境怎么能够持续发展在每一个环境中，那关键是什么呢？我想不只是山水天地，而是人的什么呢？心和脑和觉，好，人的心脑状态和你的觉性觉醒的状态，好，那这个是我们做的生命教育还有教化，好，所以这个是关于成都那个环境跟大家也做一点分享。 好，如果你们有能力啊，当然内地可能得要翻墙才能够看我的脸书啊，我在及时的做一些笔记你们可以参考啊。那这个谈了那么多，线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都在讲如何做到心脑合一啦，做到去除卡点啦，做到心跟脑的对话啦，还问心是不是觉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都是一些定义的问题啊，都是一些概念上的问题，但是呢他们却用如何做到你说的点点点，而不知道你所讲的其实就是做到的经验，这个麻烦你厘清一下。 好，如果要问怎么做，推荐各位看那一本书，生命胜任力，这里面全部是怎么做全部是怎么做，就是不是定义哈，不只是定义而已，里面有很多说明关于怎么做，请注意我们不是在做推销，就是一些见证，分享的见证，就是如果我们关心怎么做的话，这里有方法，有一个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当下就可以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很重要的就是做，然后在做中呢你会有悟，你会有悟，我自己从12年教学到现在，那个缘分比较深的学生从3年到5年到8年一直在这个道路上学还有做的人，他们会在每一年的时候跟我说啊，老师这个你早就讲过了，我现在发现是什么什么，这个就是生命教育，不是你说了就代表教育了，是他领悟了他做了他活出来了他甚至还可以去影响其他人了，
那所以生命教育呢，我常说三不：不急、不停、不怕。好，你就问你自己有没有怕？怕是你对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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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之过急。好，那就是不急。第一就是你就不急，不急但是没有停啊。每天我们都没有停，每天我们都在做生命教育、教练跟教化，随缘度众，每天都在做。那但你也没有怕，你也没有怕说啊，怎么这个种子种下去了，到现在也还没发芽，怎么现在都还不受教呢？怎么还犯这种错误呢？好，我的大脑里头没有这种念头，就我的大脑不会做这种用途，什么评判啊，什么对错啊，什么的哈，在我的大脑里头，不会自找麻烦，因为你起这个念头，你就自己要去对峙这个念头，对吧？你自己想了，然后你自己烦恼了，然后你自己还要去化解烦恼，对不对？好，就这样没完没了哈，所以。源头就是我不会起这些念头，那所以怎么做啊？怎么做？那还是有烦恼啊，很多人都有烦恼啊，很多人都有习性啊，很多人都有卡点啊。好，那对于怎么做，可以让心脑之间产生那个觉，就是在心脑之间出现那个觉，在书上有很多的做法，每一个能力下面都是说明怎么做，还有呢，做给你看。就是有对话，就怎么对话，怎么对话是怎么做的，那你可以先感受一下，然后你的领悟将会影响到你怎么做，那所以如果关心这个怎么做的部分，我先做一些这样的说明。好，在这边我稍微要做一下 PS 啊，就是附注说明。很多人在佛法的学习里面也会问。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可是呢，老是在问，东家长，李家短，这些东西，他们有什么不同跟相同？都在做所谓的学术的分析、比较、对照。我又要犯口过了，停下来。所以就讲，我所学的唯识，我所学的净土，我所学的禅，我所学的瑜伽止观，奇怪，怎么在我身上都没有卡点呢？只不过语言模式不一样而已。可是所有问问题的人都在名词定义上。我一直在我的课上我也讲，怎么样看见名词不是名词，其实是动词。我也没有形容词，我也没有对动词修饰的副词。你们以为我在讲修辞学，其实不是，就是不是这些东西啦。比如说刚才的问题，我们说了书吧，对吧？你以为我们在促销你去买书吗？不是。书，我去买任何一本书，都是我心动，有一个生命在燃烧，对吧？有一个圣灵充满，对吧？对，法喜充满，圣灵充满，就是那种佛教讲的法身嘛。那个法身在动作啊，你就顺着这个法身的动作，那个意象呢 ，go ahead, just do it， 做了会错啊，改嘛，但是要觉察，不会呢也要觉察，然后学呗，对不对？就是我所讲的两句话，凡事做到，还要啊不拘一格，因为每次都是无常的显现，哪有 SOP 呢？有 SOP 的学习跟经验，可是永远都只是参考 reference， 我们叫英文，都只是参考而已。我参考，然后不断的累积次数越多的经验，让那些经验不要变成我们的所知障。有所知障又变成烦恼障，这是佛法的语言哈，就是说你不要起情绪的障碍，情绪本身不是障碍，可是它会障碍你去找借口啊，推脱说困难啊，然后不去做啊，然后就要这边很廉价的说，哎呀，我不想买书，你就直接讲，你不是开悟的人吗？你就直接讲，给我一个答案不就得了吗？把我点化嘛。我拿个电通你的身体比较快一点，每次都在问这个问题，那线上都在问这个问题。当然我知道，因为
你凡是打字，凡所言说，按照为师的说法，都是骗机所执之心，也就是说，都是你的我执跟法执，都是你的自以为是跟自我感觉良好。有没有说的越来越白话一点？有吗？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佛法的语言，跟所谓身心灵觉性教育潜能开发，管它是什么，连佛法里面的教派都这么多，对不对？藏通别圆，小史中顿圆，你搞到哪一年了？是吧？搞懂自己比较重要。对对对，在藏通别圆里面呢，我最在意的是通教；在小史中顿圆当中呢，我最在意的是始教，就是开始的始。你只要通前通后，你只要有了开始，它就会进步退步，对不对？全部都是两句话：全然的觉知，清晰的辨识。那就是瑜伽止观要教的东西嘛，对不对？瑜伽止观一百卷你们也不去看，我们把一百卷说成五十卷，把五十卷说成一卷，哪一卷？修出成地，对不对？四处七支我们就不介绍了。如果线上所有的学长愿意来，我们就来往后的课上，啊，这是我请他来站虾的啊，就替我站虾了。那要请他站虾。我也要沾他的香嘛，对不对？就是给他推一把。他要眼睛痛很多次，因为他给我出功课，叫我给他东东。我就传东西给他，然后他就要一直看，还要听，还要看，还要体会，然后还要跟相关人询问有关的讯息，还会因此想到很多佛法当中的经典，我要去看。所以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啊，就睡在书堆里面，起来惊醒了就翻来一本书，惊醒了我就写一些东西，不是书就是纸片。我现在正在烦恼我怎么样处理这些。你看我怎么跟廖老师对话哈？他说：“凌晨几点醒来？等等等。”然后说眼睛很痛啊，说我给他功课很多啊，那我就随顺，我就会说早点休息，再也没有功课了。假的。我就先跟他安心一下，再也没有功课了，然后我就会知道他的身体的状态，他的眼睛的状态啊，然后他的心情是什么。那你是不是就又了解他了？那你又了解他了，如果你要给他功课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不要是功课呢？对吧？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就是你正式对话或者你这样子言谈之间，我觉得关键就是你对人对生命的那一份尊重跟尊敬，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你不会用你自己的思维去分析和评判，你不会说啊也是你啊，你自己自作自受啊，啊你干嘛这样 对不对？對啊，我干嘛写那么多呢，还熬夜了。对啊对啊，你就用你的思维去通常问题就是你用你的思维去分辨然后认为好，但如果你接到的不是思维是心呢，他有一份心，他有心在做一件事，你接到的是心呢，然后你如果回的也是心呢，啊，所以心啊、人啊、事啊，根本就是一起的，啊，所以你要回什么呢？你的回应要回什么呢？你回什么才不会卡呢？啊，那通常是观点跟观点会卡，就对方有观点，你也有观点，然后你们就各说各话，对，啊，但是你能不能透过心转观点呢？这就是我们说的教育跟教化嘛，所以有同学在问心、觉和脑，我就有个同学问的这三点很重要，心、觉、脑。那我想用四句教来说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无善无恶，就在我们的心里，在心，在心上。你是不会去有分别区分什么对错的，它无善无恶，所以它的流动是没有任何的阻碍挂碍的。
它就是这么的自由，心有善有恶，就是脑意之动，就是你的脑，因为所有人都说大脑是二元对立嘛，所以你的是非对错黑白，什么对什么不对，什么好什么不好，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等等等，都是你大脑的功能。哇，那这两个不是非常的极端吗？心上是无善无恶，可是脑就是有善有恶，那这个心脑要怎么合呢？对不对？心一直是无无无无，什么都无，空空空无，那脑就有有有，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好，那这个这两个要怎么合呢？所以第三句很重要，就是觉知善知恶是良知。就在我们的生命里，每一个人我们有良知，你叫它觉性也可以，你说自性也可以，反正那个就是名词，法性啊，佛性啊，各种名词，真如啊，涅槃啊，对，就是都是好，那每个人就都说有嘛，对不对？对，好，那可是你隐而未现呢，所以知善知恶就是说觉知，你能够发觉到那个良知的时候呢，它会怎么样呢？像我的经验，如果我有一点，我这种念头是非常少的，就是说如果会起烦恼的念头对我来说是非常少的，非常少，但如果有一点升起的时候，马上有一个知善知恶的觉，立刻就会发觉。那你会不会为善去恶呢？你当然会啊，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才会陷入，对，你知道的话，你有那个觉的时候，你发觉的时候，你怎么会自找苦吃呢？对不对？好，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念出来是起烦恼的念的时候，有一个觉，就立刻知善知恶，然后呢就为善去恶，你就不会再往那个起烦恼的方向去继续想下去嘛。好，所以这个是心脑觉，它是像这个三度空间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它都存在，就心也存在，脑也存在，觉也存在，那你怎么在这个空间里面自由自在呢？觉是核心嘛，如果你只处在心，别人会跟你没办法沟通，因为你永远都在讲那些什么无善无恶啊，人家就有善有恶啊，你们两个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建立共识嘛，对不对？好，可是中间那个核心的知善知恶很关键，就是那个觉知，它能够一句话就可以知道你是从善还是念出发，然后呢，因为知，所以你就知道怎么转嘛，你知道怎么转化转念，那这个就跟对话有关咯，就这个对话你要怎么对，对不上就变对立了，对吧？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啊，各说各的，都很有道理，因为你在你的有善有恶，我在我的有善有恶，所以这个中间的觉，是我们在生命教育里面，生命教化我觉得很重要要发展的，所以怎样的教育，怎样的教练，怎样的教化，可以让生命的心脑觉能够整合，能够自由自在，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教练和教化是，我一直在做的。好，这样子，容我用佛法的语言翻译一下，是把你的大白话翻译成佛法的鬼话，有人说佛法是鬼话，真的，鬼话连篇，因为听不啊，对不对？他说你的话叫人话，可是人话里面有很多名词吧，对不对？心脑觉不就是需要定义的吗？那我们大脑就碰到这些定义上的问题，就会问嘛，那什么是心，什么是脑，什么是觉，这个东西是不是中道，是不是觉性，是不是感性，是不是理性，哇哩嘞，你们都在翻译对吧？你们把名词翻译成更多的名词啊，你没有在听一个名词的时候呢，你心就立刻用动词去做到啊，做到之后还不拘一格啊。好，那我不得不还是要学你们哈，做一下名词对名词的翻译。他刚刚讲了心脑觉，唯识觉的瑜伽止观讲什么？讲六根门头的现观，不带成见，没有情执的现观。什么叫现观？你就是由着你的六根
具备的能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但是你必须有随观智，随观智去失去，再看见你的现观的内容 是什么，是缘起，也是缘生的，缘起是它的道理，缘生是它的假象，这些缘起跟缘生的道理，对我们都会很喜欢讲，即空即假即中，这是以后我们的重点。有人就问了，你不是唯识派的吗？你不是瑜伽行派的，怎么讲到天台去了？天台不能学唯识吗？唯识人不能讲天台吗？什么叫做唯识？什么叫做天台？我是不知道了，我来这边才被强迫接受，我讲过这个事儿。所以回到这样，他刚才讲的这个叶宝老师所讲的心脑诀，在唯识来讲就是六根门头，简单的看见，然后呢用你的闻思修慧去做随观的理解。理解什么？理解它是缘起缘灭的东西，是一个缘生缘灭的东西，所以它无常啊，无常故苦啊，苦故无我啊，这一切都是空性当中的显现嘛。但是有意义吗？我讲这样啊，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嘛，对不对？禅家会怎么面对？听见没有？我是在生气吗？嗯，是的，我在表演嘛。那表演的人是谁？角色嘛，角色而已嘛。角色是什么？缘起跟缘生的嘛。所以我在作假，对不对？我说我在作假，我没有说我是真的。为什么？演戏要有留一点破绽，了解吗？演戏要突锤，演戏要有要有差池，有些真的突锤的东西，对不对？突锤之后呢，马上离开角色，跟大家说 ：“Sorry， 我现在回到角色来了，对不对？我可以是弘一大师演的，一下子回来，我又变成廖成林了 ，OK。”廖成林还是演的，到最后谁是真的不好说。原来发现只是把那个自以为是的我放下而已，对不对？这还是在翻译的吧，只是我懂佛法的语言而已，对吧？所以大家都在语言的丛林当中迷失了，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上海丛林中的丛林。什么叫上海？什么叫上海？啊？上海是萨婆若海，这是我们的法性身的住处，对不对？还是轮回的流转？它也是海，它也是长江，它也是黄河，它也是泥流嘞，土石流。你在哪一种流动里面？就是这样啊。然后就回到心经嘛，对不对？六句意，四句意。我们就不用去背了哈，懂心经的你们就去找了，啊，这边呢，这个圆亨仙子他就讲了，他就背了一段话：人之过也，各于其觉，观过失之人矣。什么叫观过？看见别人跟我自己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苦，苦来自于不承认无常。没有看见无我是正常的事情，不敢在空性当中，空性就是空掉我执跟法执之后的一种归零重来，虽然带着业果的不自在，可是做就对了，对不对？后续发生的事情会告诉你嘛，对不对？错了还是对了嘛？对了，我一直讲做对了，一直都没有讯息；做错了反而是有讯息，这就是。观过失者仁矣，仁就是同理心的意思，啊，仁爱的仁，这是儒家最重要的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你看我做了翻译吧，我有没有在讲怎么做？啊，如果你们还是不知道，请来学一百卷嘛，一百卷太长了吧？修所成地是大纲嘛，对不对？心境是你要达到的正量嘛。所以刚才讲了两样东西，在现观的门头。进行闻思修慧的随观，然后呢，去一分一分正，
真如。什么叫真如？我对他定义，啊，都安尼尔嘛，怕的一天讲的有声，这叫真如，真的如是，不增一分，不减一分的那个状态，就是觉的范围。可是这个觉的范围，我说啊，它还是虚妄分别有的，这个警觉最重要。这个警觉最重要，任何你以为的觉，你必须要警觉，它还是虚妄分别有。因为我曾经有在梦里面醒来的经验，可是却还在梦里面。这个梦觉觉梦，一直是梦参老和尚教我最重要的。为什么他叫梦参？啊，然后呢，他有个弟子，啊，他有个弟子，啊，叫什么？寂梦。对不对？大华严寺的寂梦法师，海云寂梦法师。那又是海啊，又是云啊，然后又继承梦参老和尚的梦啊。可是梦参老和尚说：“你梦你的，不要来梦我的，你梦不到的，对不对？”他老人家已经往生了，啊，海云寂梦法师，哎呀，两地跑，忙的嘞。这边有很多人认识的啊。好，以上翻译，谢谢。我们两个搭配无间，无间有了有了有了有这个有一点有这个三卡的距离，啊，这叫卡点。那刚才那位说有什么想要问的吗？刚才上一堂课要结束的时候，老师，其实您刚刚在这样子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是解疑了许多的部分，那只是启悦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您刚刚讲说您是依心而行，那基本上其实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这有没有所谓牵扯到所谓的理智跟情绪的部分，是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属于理智型比较多一点的人呢？譬如说我们是这样子来讲的话，这样子的情绪就会比较少，所以比较不会去有这些比较不会有这些情绪上的一些起伏。可是如果像您刚刚讲说您是依心而行的一个状况之下，从以前一直到现在，那都是直觉，那不会设立一些目标。可是在我们的这个新教练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是要去规划一些目标？那像这样子的会有一些冲突点的起来吗？在我们听闻的过程中，像刚才你怎么称呼？喜悦。就喜悦的提问是透过听闻进入到闻思的过程，就是我听到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对，好，那这个思考呢就会进入到跟对方分离了。是，因为我们听是从对方那里听，是，然后闻思就我们就开始思，好，思维理性感性，有目标还是没有目标，是，好，所以对话很重要。是，如果我们的教学的过程中没有对话，对，那就是我说我的，你想你的，对，对吧？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好，那所以关于依心而行，心就会安，也就是说没有分析就安。是，好，就我现在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好，比如说，好，我今天要来现场还是不来现场？是，好，那从昨天，好，我跟廖老师确认，就今天早上，好，几点在这里，好，然后廖老师给我的回应呢，哎，我知道他有一份关心，他说你在线上也可以啊，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在线上也可以，好，那我没有立刻回，好，这个中间呢，我就是没有任何的思维。我没有思考说我要来还是不要来，是，好，疫情会怎么样，天会不会下雨，对吧？在那个当下没有思维，然后我就看到他的下一句话，他说现场是比较好的。好，那
我就随顺，我没有思考，是就是我就是跟着心流。嗯哼，好，然后我就回他说我没问题。嗯哼，好，那他说要不要到一楼接我，我说七楼见。好，那好，今天早上下雨了对吧，昨天还没下雨，今天突然大风大雨对吧，然后他又跟我留言说这个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就天气不好啊，路上小心啊，好，这样的这整个过程对我来说都没有思维。嗯哼，好，没有思维就是说如果你处在心的话没有理性和感性，就是安，是就是说你跟随你的心的流动，来也没有错，不来也没有对。嗯，就是我今天来现场或不来现场没有对错，是就你安不安，喜不喜悦，是好，你的所作所为所有的选择嘛都有一个取舍对吗。嗯，好，那这个所作所为取舍你是不是都是安住喜乐的，这个是心，是他不用思考分析。好，那这中间有没有目标呢？非常多啊，就是就像喜悦说的，教练是目标导向。如果像我的课程都知道，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目标。对。好，譬如说，今天我来这里的目标是什么？嗯哼。对吧？嗯。我来这里有目标啊。对。好。是。目标第一个跟各位结缘。是。第二个跟廖老师产生这么精彩的了解。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对话，我们就算是老朋友吧，40年，我们也没有这一份了解啊，没有这个流动啊。虽然我们有很多次的单独的流动，但跟今天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是啊，所以你说有没有目标？有。目标是什么？就是你的渴望实现的那个成果。嗯哼。啊，就所有的目标是你渴望实现的成果。我觉得在企业里面很多人都没有明白目标真正的定义。对。啊，很多人都把目标当作一种压力，就是说啊，那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完成什么。如果你知道目标是你此生你做每一件事情你真心想要实现的成果，根本不用别人逼迫你或催促你，你就会自动自发的去实现你自己所想要实现的。可是大部分人因为不清楚自己的心之所向，是然后就是用思维来定目标，啊，然后目标就变成压力和必须不得不，那这个就会耗能量，就消耗我们的生命力，啊，那我们其实是有能力去实现我们自己想要实现的，啊，但我们又给自己很多的干扰跟消耗，所以非常有目标是，啊，每一个当下我煮饭给我女儿吃，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嗯哼，我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吃饭，然后我做什么给她吃，然后她会得到什么我会得到什么，她会开心我会开心，然后我就是这里面就清晰，你去做未来的那个叫目标和规划，你都是清晰的。好像我跟我女儿一起去做那个体适能，好，然后那个教练呢就会一对二嘛，然后他叫我们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做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他说，哎，伊娃你可不可以做什么什么，我说不要然后我说不要，那教练立刻随顺，啊，然后就转向我女儿说，那你来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看到我女儿她偷笑，就说哇塞还可以跟教练说不要哦就他叫我做我说不要就心之所向，你也没有分析说啊，这样会不会不礼貌啊？啊，又付了钱呢，啊，那人家这样教你，你还不教，你还不练啊？你不是干嘛干嘛啊？那不是很多思维对吧？对啊，但我通常要什么不要什么都非常就直接清楚，啊，也没有什么不安啊。我说不要，他就去指导我女儿就好了，对，我就休息嘛，休息好了，我说哎，我可以了，那我又继续加入哈，啊。这个是心之所向。就他其实是不假思索，是不假思索，但不代表你没有规划。嗯哼，啊，这个是，嗯，了解，对的，并存的。嗯，了解，谢谢老师。那个，还可以再分享一点吗？关我，接下来换别人。
就你可以再问一个，再问一次啊。我没有要问了，但是老师今天来这边，然后其实有做了一点功课，那我觉得可以介绍大家上网去看一下老师的音频，里面有一个我做成一个小图哦，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你可以展现一下吗？谢谢，有礼物哦。看不见，可是网络上面看不到，看不到，看不看得到？这是老师只有一分多钟的一个对于新教练的一个短的心脑合一的说明，对，心脑合一，看不见没有关系嘛，就是有了哈。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因为它非常简短，可是它的 key point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我看到这一小个短片的时候，我觉得哇，很深刻，很深刻，很深刻。对，而且它的每一个动画是。他在一句话里面，可是他会转变，譬如说男生变女生，其实这我也在想，这是一个很特别不一样的动画，为什么在一句话里面他又有男生又有女生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分别心所在。那老师会这样子的呈现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就会这样子去思考它。然后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这么一分多钟的一个短片，非常的叫什么名字？检索。我检索什么？检索，待会老师我等一下给您，因为我现在记不起来那一个。我说明一下哦，那个短片哦是学生制作的。那个制作的过程，因为那个学生是做品牌专家哦，一个上海的学生，他是品牌专家，他有团队。会制作这种小视频，所以那个就是当下发生的，譬如说他们来到课堂现场，然后他们捕捉那些内容，然后他们去制作画面动画，所以你看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刚才我说的，它发生了，我照单全收，就我没有任何指导，就他们创作了，然后我们很欢喜接受，然后做这个视频的我的学生的团队，他做得很开心，因为他发现他听了一堂课他很喜欢，那他本来是来做这个任务的，就是请他做这个剪接，可是他发现对他的生命不只是做这个剪接，是对他的生命，他自己在这个中间的学习和领悟，然后他用他的心情和心得去做出的那个短片，我甚至没有任何指导，然后他做完了以后我们都很开心的就使用，对，这是学生的作品，好，我觉得很棒，我刚才听到很感动，不过我有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关于心的流动的方面，那当然老师的功力很高啊，你的就是大部分对于所有的境界心的流动你都可以跟它同步，不过呢比如说我通常都做很大项目系统很大，你都不你碰到的状况千奇百怪，然后你必须有现实完成的很大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时候所有心不只是只有自己，还有外面，当外面的流动变化快到你有点跟不上，但是你必须要解决，你不解决不行，就会有很大的状况，比如说像最近会停电，它就真的会停电，我就以前我们就搞到半导体停电要叫我们赔一两亿啊，比如说那个事情是很大的，都是世间法上面很现实的，那当我们在处于当然80%到90%都是很 peaceful， 都不会都像老师讲的一样，我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按照我的心性去反应，我都 OK 的，但是有一些是不 OK 的，你是必须它外界的变化比我们的心动心念啊变化快太多了，所以我们那时候非常我有很多时间是非常非常高压的状况，必须要去处理，而这时候高压是有很大的情绪，但是也带起很大的潜能，去把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解决。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还是心脑的状况。如果说最大的终点是死亡的话，工作没有做完，财务的损失，责任没有完成，角色的任务，它带来的压力，如果一切都结束了呢？好，就是飞机上面那123个人说没就没了。好，念死无常不是四个字，是真的。那如果所有一切在死亡面前，还有什么得失吗？好，所以当我们在每个当下，时间不够，任务完成不了，那是因为我们规划的目标嘛，没有完成不了的，是看你用多少时间去完成。好，就如果今天我要做到1亿，我一年做不到，那我10年可以做得到。好，我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我有个学生，每一年在我的班上都会有一些非常关注新教练发展的学生，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发现发展。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老师，你的心愿在你活着的时候不会实现，就我的愿在你活着的时候不会实现。”那我就问他说：“不会实现是指多少人？”我没有压力，他说的可能是事实，就不会实现，因为它很难。好，你如果用1年的时间不会实现，你用10年的时间还不会实现，你可能要用30-40年的时间。好，所以我曾经有个学生，他说：“老师，我们去增资3000万。”我说：“3000万要干嘛？”他说：“你看看你现在几岁了？你要是35岁的话呢，就慢慢做。”对吧？35岁，你还有30年吗？你就慢慢做。他就假设，对吧？用年龄来假设，好，假设，所以你可以慢慢做。那你现在可能没有30年哦，那你要快快做，好，对吧？这个理论分析嘛，好，那我就问他说：“3000万我们赚得回来吗？你跟人家拿3000万，你要不要给人家多余3000万？”他跟我说：“赚得回来。”他说：“这件事情赚了回来，快速做。”好，结果呢，跟我说这句话的人隔年过世了。他是很有心力愿力要大大做的，那他过世了，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觉得说哎呀可以弄个3000万，然后我们可以快快做。他就是无常啊，他就是发生了。所以所有的目标都是你来规划的，你规划你要1年完成还是3年完成，你可以规划，这就目标。可是你是不是也可以如实呢？当1年没有完成或3年没有完成，你能接受吗？如果你能接受，你就没有压力啊。你不能接受才有压力，你不能接受，你就想要在1年完成，就在你的目标内你必须要完成，但是实相是没有完成，就时间不够。如果我时间够，我就可以完成。我还有个同学生问我说：“老师，这件事情这么好，你怎么不早点做？”我说：“我从2000年就开始做，我2000年做到现在，没有一天停过。”好，可是什么叫做到呢？你说用10年做研发是不是太久了呢？好，那是不是太慢了呢？这都是你的规划嘛，你的规划，你的目标，你希望怎么样，对吧？可以啊，你都可以规划，你可以有希望，你都可以。问题是实相是你可不可以接受，你接受了就继续嘛，就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那你就继续。万一死亡了呢，也接受嘛，就是这就是真实的状况啊。好，所以只要活着，你都还可以继续实现你的目标，但你可以不要那么有压力，因为你可以
给你自己看看你的规划，或者你看看你的压力，你怎么样给你自己带来那么大的压力，还是心跟脑，就你有没有发觉是什么在带来压力。我们今天早上6点到8点晨练，一个学生在医院里面，上海现在封城医院这么多的问题，连食物都没有。对啊，这个就是实相嘛。那你如果压力很大，你能改变什么实相呢？你可以改变的是你的心境和心态而已，就是说这样的环境这么多问题，你忙也忙不过来，累得快半死了，你可能还有感染，这些风险都叫真的。可是你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外在环境中，你内在是安定的啊？这今天早上我们在修炼的，就是说就是有这些外在的角色任务挑战，可是你的内在是不是可以安定的，然后处理这些外在的角色任务。那我想这个是各位在这里修啊，就是修心啊，来练这个状态啊。嗯，好，我必须要强行的宣布，我们进入结束阶段。还有11分钟。它不是12点的问题，它是我们之前就决定的问题。那我们也没有规划今天要讲些什么，对啊。只有我的那个3+1个提问，结果半天呢，我去检查一下，你的第4个提问没有。比如说我，你说过去、现在、未来，你点哪个心？他什么心都不点。什么叫不点？你点不了啊，对不对？你要点下去，他就走了，对不对？当下有那个量吗？有那个法吗？说说而已，但还是要活在当下哈。那我们有比较的讲法，就是心流啊，这个我们后话再谈。所以呢，回到我很喜欢的意境呢，死于前，终于未济，永远都没有满足，永远都没有达到目标。尤像这位老师现在在现场听，他告诉我的，无止境的向那个完美的想象当中完成当中，他原来的话不是讲，就无止境的向自己完美的想象完成当中，这是我自己修改之后的话啊。刘老师，您不要在意哈，就是这样。这个 ing 啊，它就是无助涅槃，但是呢，每一个刹那皆涅槃，是吧？累积下来也从来没有定法可得，可是就是无上菩提。何谓无上？何谓无上？平等平等而已。什么叫平等平等？认知所取的一切法是因缘所生，如是因如是果。你的能取心，你能够怎么看见它还是如是因如是果。我现在没有开悟，我就做一个没有开悟的认知，但是我只要承认虚妄分别有嘛，我还是小儿啊，是吧？可是小儿有定法可得吗？小儿可不可以立刻成佛啊？在经上有的哟，8岁龙女啊。所以佛就告诉我们，不要轻视小儿，不要轻视年轻的沙弥，对吧？4种不能轻视，我们也不要去背那些台词了。以上等等，这边就有人学长说，那知道明年的定义还是蛮重要的，但是不止于法相，这就是咱们唯识法相中的名言嘛。所以任何一宗派都是从法住智入涅槃智，我们还是翻译成佛法啊，就是从当下的觉进到心脑合一。心脑合一在我的认知当中就是真如，明白吗？就是这样，就是用你的文思修慧看见了你的6根门头的现观嘛，是这样子。接受他无常的 ING 嘛，接受他苦的逼迫，我也感受到，哎呦，眼丢啊，有卡卡的，卡卡。我曾经跟有一个学长讲，乱没有问题啊，不要被乱才是关键啊。为什么？
本来就不是我，怎么会变乱呢？是吗？所以认知到索取、能取、平等、平等，如是因，如是果而已，让它就是 ing， right？ 好，就是这就是我的结语。那现在换伊娃结语。我听得入迷了。有吗？不要爱我，不要爱我，千万不要爱我。为什么？非要爱不可。这样是理性还是感性啊？哎呀，啊，确实，那个廖老师在张老师的时候，很多人爱他哈。那天我们几个老朋友，怎么给我提这？你自己先提的嘛哈。我哪有提什么？你就说不要爱你嘛。有因就有果嘛。哎呀，对，那天我们也是三个老朋友，张老师的时候认识的因缘哈，大家现在都进入到退休年龄了哈，生命跟生涯都有很多的故事跟发展哈，然后我们四个人就在我家聚会哈，然后我是想要讨论关于督导，好，那在前两堂课的时候。廖老师也跟大家提到督导，一个体系的传承，就督导的重要性，因为这个从知到行，一直行，而且可以达成修成正果，就是实现目标的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坎坷，对吗？坎坎坷坷，而且有可能会鸡飞成事，自以为是，或者是不能够觉知觉行，这些其实都是会很正常发生的。那督导就是在这一个过程中的一个质量品质跟就是发展的时候呢，它能不能够稳定的让这个系统，让这些人的初心跟行愿到成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名字叫督导，你可以叫任何名字啦，反正就是它是一个系统里面的名字，所以我们都很关心这个督导的培育和发展，就是在教育也好，在教练也好，在教化也好，都会需要这么一群人，他们在自己的文思修正悟，能够有所看到，然后能够有所做到，有所影响到，然后他们可以扮演所谓督导的角色。那这些人要怎么发展呢？这些人他有这个必须存在的这个角色和任务，那要怎么发展呢？所以那天我们的会议就是在讨论这个部分，那跟各位在学在做在练的也是非常息息相关。我相信廖老师邀请我来哈，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我还问了他一个问题，结果呢，这问题就是答案哈，就我问他心是什么，我就想看他怎么说啊，他就叫我今天来说啊，那我们就很随顺啊，就是说，说就说呗啊，那要有没有要说什么呢？当下。他就会自然把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会自然，就像这个生命的这个脉络哈，它本来就是这样一脉相承、相传的，那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开始流动、生发，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因缘呢，第一感谢廖老师，第二感谢现场大家在风雨中我们一起来到这里，然后大家做很多准备。然后还有线上，就像今天8:45我才问廖老师说，这个今天这个可以传给其他人吗？就其他人都可以上线吗？因为有一个 room， 那 room 的话在各地大家都可以上线，我问他说可以，那我就立刻传给我们的那个学习群，那就一个动作，也没有知道谁会在谁不会在，可是就是有因缘，有的人就是可以在，那我们大家就是有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就可以同在，一起在这里。那希望我们的缘就顺其自然的，我们继续流动。谢谢大家，谢谢廖老师，谢谢线上每一位。好，谢谢，谢谢。好，最后
总是要主持人来做 ending 嘛，哈 ，ending 就是 to be continued， 电影最后一句话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个 the end， 其实底下就是 to be continued， 但是什么时候阿在？随时，就是这样，所以希望各位。看看你现在对于我们这堂课的你原本的期待是满足还是不满足，那个就是心脑分离的状态，对不对？欢喜的听到你听到的东西，那就是在，好吧？就这样，这是我的最后一句话。好，我们继续同在 ，ING，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个齐越分享他找的刚才这个影片的名字叫做《生命生任力：东方新教练向内修炼，向外实现》的第一集，而且、哦、出版社有做，而且也是 to be continued， 因为它后面有三个点。因为 我不常用脸书、哦、那所以很少露脸、还好廖老师常常在脸书露脸，所以才可以找到他。好，就我们就继续、哦、继续 ING。 好，那我们就继续创造自己以及每一个人都变成观世音菩萨的艺术品，进行这个艺术创作。OK， 你看、哦、我的身高有没有比你家高？好像没有，那个还比我高，对吧？对，那个很高很高，比我们两个都高。好，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那我还是依我的力啊，大众跟线上学长，不管你是什么宗教，愿意的话跟我谈讲三声南无观世音菩萨。OK， 好，大众请合掌，三声观音声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再加三句：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